这什么呀？惶惶怔怔的，电报说，棉花竟碎了。秦叔，爸爸把那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了我们，我们全搞砸了。秦叔。 听说，听我说，应该还有办法补救的。果真，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神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 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是谁在说话？我的天，这是真的吗？神，真的是你吗？ 在吗？ 说，你到底是什么？我当然是你最忠诚的子民了，我的神。子民？神？ 所有的文明都起源于神话。很久以前，一群沙漠中的牧羊人救下了一船的天使。天使赐予他们三样圣物，帮助他们建立起了沙漠绿洲楼兰，祈福绿洲的三足圣杯，复制财富的双鱼罗盘，和传说能连接天堂的青铜莲花镜。 难道罗兰传说里的神其实是外星人？我是罗兰国的圣女，我的名字叫亚曼，这是我的身份象征，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你。